我就慢慢的写小草，你就可以开始写，真的比较不会浪费时间。虽然写的时候尽量让自己在书写的状态啊，手要很松。春草年，刚说年可以写成这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年年绿。当然这样看起来不舒服了，啊，这个太平了，所以还是可以一边写一边再去细细的想应该怎么搭配，让它春草连绿不会这么，平常也不会写横的，从左到右，啊，嗯，好。